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 OK， 今天带大家到新加坡的 Tampines， 这个是 Central Square。 那我们今天要逛百美超市，就是听说有台湾朋友讲说百美超市里面台湾东西是最多的，然后加上现在好像有美招在特价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看， Let's go。 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地下地下一楼，差点跌倒。地下一楼的超市其实蛮多的，对，它这边就有四种不一样的超市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去百美超市，对。百美超市其实有跟台湾签约，然后好像有进口，就是台湾的农产品吧，印象中是这样子。然后要找百美超市在哪里？是这个吗？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其实小 market 很多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去这个。好，我们一样进去要扫条码哦。这边是出口，所以我们要找入口。OK， 扫条码。哎呦，我们进来了。OK， 一进来就感觉很有就是 Chinese New Year 中国过年的一个气息。然后新加坡它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新加坡拜年要送礼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这个。哇，上面还有那个台湾的这果冻，芒果果冻，对，这样很大一个哎，还有红酒在上面。不过我觉得这样一整个一组还蛮贵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另外一区，这边是生鲜区，就是卖一些蔬菜啊、水果这样子，然后水果也可以买有切好的，对。它会不会有台湾的农产品在这边？搞不好也找得到，不过要仔细找。然后这一区就是一些冷藏，像是牛奶果汁系列。这个奶油之前我有买过，它是买奶油送保鲜盒，这看起来是塑胶哎，对、哦，这是塑胶的，然后这边是现切的鸡肉啊、禽类这样，这边还有猪肉，这边买到猪肉、羊肉、牛肉都买得到。那旁边这是豆腐区。哦，这里还有帮你就是现切现称的，然后这个是烤鸡，然后这是鸡蛋豆腐，鸡蛋豆腐还蛮常吃的。然后这边是火腿培根，这边有卖法棍，一个是1.4块，买一个好了。OK， 诶，这个是益美蛋卷，两个是3.1块钱，然后从1月28开始。对，哦，这个是益美的豆奶，这样一箱有几瓶啊？这样一箱是18块，对。所以是24瓶，6色是24瓶这样，然后有糙米奶跟豆奶，哇，哎，要不要带一箱？然后这个是台湾话梅，对，是止咳的话梅。这一边就是一些卖蛋糕、做饼干类的，然后这里是卖油的地方，这边是卖一些南北货干粮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玉米粒，爆米花可以买玉米粒，然后我们接下去，这个是台湾的菊络吗？果冻，这样一包要3块钱，原本是3.多块，现在特价。
然后这里就是有机区，有机区都比较贵，然后大部分都是进口的，对，有一些面类啊，这些都是有机食品。然后这边就是很多新年的地方哦，这也是旺旺，不过这旺旺不是台湾的旺旺。哦，这有蛋卷，这个是台湾原味蛋卷，这个我觉得还可以，还蛮便宜的，是原味口味的。比较喜欢吃芝麻蛋卷，等一下再看看。然后这边是很多罐头区。罐头区应该可以看到爱滋味吧？哦，这个是菜心，菜心可以配稀饭用。然后就是一些其他，都是玉米罐头、番茄罐头，还有尾鱼类罐头。对，这些他们很正常。那这边就是麦片谷物区。然后这里就是台湾区啦，这边有 International， 这是第二十条。走到，那你可以看到泡芙哦，口味很多耶，还蛮齐全的。这个一包是2块钱，哦，还有3.1克，这个把它放回去。3.1克奶茶系列，对，它还有咖啡。哦，这个是蛋卷，等一下可能会买这个蛋卷回家。但这价钱摆错了，这边应该是泡芙汤摆成蛋卷。哦，这里还有可乐果，可乐果口味好多、哦，原味的在下面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日月潭的东西，还有马吉什么的。哦，还有黑糖，我看到黑糖，还有一些酱料类。哦，我看到沙茶酱，台湾人吃火锅一定要沙茶酱，对不对？沙茶酱还蛮多口味的。这边有3.1克的。水葱包，我看一下我要买什么。我觉得口味还蛮多的，这边还有桂格，这个是益美豆奶跟糙米奶，所以这样6瓶是4.5块，所以24瓶的话一样啊，都是18块，帮它排好。然后这边是泡芙，一样一盒是2块钱，口味很多。然后这里这一边后面就是韩国和日本区，对，还有很多海苔。哇哦，这边还有旺旺，哎，我发现这个旺旺跟台湾旺旺价钱不一样，哎，这个是新加坡买得到的旺旺，这个是1.9块钱，对，它一盒大概一包里面2片，所以这样一小包里面是75克。我看一下，对对对，一小包是75克，然后里面包数是16小包，所以这样是1.9块钱。然后拿过来跟台湾这边的旺旺比一下，台湾的旺旺是110多克，113克、哦，对，这样一整包是3.3块钱。你看台版的比较大包，哎，对啊，而且台版主张是非油炸类的，对，然后是这也是宜兰做的。对，一包是112克，然后里面总共有20包，然后每一小包是2枚，宜兰做的旺旺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正面，左边是新加坡版的，然后它是中国做的，右边是台湾版的，你可以看到有一格一格的，这比较大片。然后这个是可乐果，可乐果味道很多哎。有玫瑰盐原味，然后旁边还有蔓越莓，坚果，可乐果口味很多。它现在一包，这还蛮便宜的。那刚刚为什么那5块比较大的包吗？可能会买一包原味回去吧。我再想一想，要不要再加柠檬盐？要吗？然后这个是大蒜口味，大蒜口味，然后这边就是新加坡新年看得到的地方，
你买得到所有新加坡过年吃的零食集中都在这一条轨道，然后上面就是送礼区，下面就是平常你要在家自己吃的都可以。然后这边是三合一雀巢泡的，对，这边还有很多，这是饼干，饼干的走道。然后接下来这一条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饮料区，有啤酒、红酒，对，红酒，这牙膏，白人牙膏，这是泰国的海苔。然后这边是洋芋片类的，很多口味，有乐事，很多虾味鲜也有，对。然后这边是巧克力区，过来这边，这一边这边是巧克力区，这是牙膏，这边是洗脸的洗脸区，脸部保养区。然后这里可乐卖饮料的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台湾的哦，台湾的奶茶，麦香奶茶，哦，这很便宜耶，一瓶1.5块，买买买，买两瓶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台湾啤酒，台湾啤酒在这边，这个是330ml，然后这个是6瓶装的，六瓶装的话11.9，对，这是台湾啤酒，然后这个是台湾的，对，它是果汁型的，也是6罐装，我觉得还不错了，对啊，不过有点贵，13.9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是白兰氏，这是台湾彰化做的白兰氏，哦，现在很便宜，现在12瓶送2罐是29.9，可能是过年的关系吧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促销，加两罐，所以是14罐29.9。哦，这边是一些富美饮，对，它分别是22.9跟14.9，然后都是6罐装的。对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，这里是本来是其他的，对。然后哦，现在买白兰氏都不知道超过多少钱，他有送这个沥干架，就是厨房的那种沥水架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其他地方，这个是美昭双星绿茶， OK， 我们就是要找这个，它现在很疼迷耶，2瓶是2.5块，可能会抱一箱回去吧。然后这里是台湾的碰柑，这里是5颗5.5块。这边是很多礼盒，然后新加坡礼盒比较喜欢送碰柑或橘子类的，所以它价钱很不一，大小可能有差。所以这边大概多少钱？大的有24.9、22.8、16.9、20块的，还有11块的，对，它大小都有差。这是碰柑橘子，然后这边是永春，这个比较小香一点。然后这32粒，哦，32粒18.8，哎，所以是小颗的，16.8、15.8，对，这是永春的。好，这一区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台湾的珍珠丹雪糕，12.9元。这边是小美的冰棒，像两盒有在 offer 17.8两盒哦。对，不过它里面支数不大一致。对，看一下，有黑糖的，然后芋头、芋角，还有荤桂，荤桂是5支装。其他像芋头、黑糖这些芋角都是里面一盒是4支装，所以它可以混。布丁的也是4支装，就2盒，我可能会选红豆荤桂吧。然后这边是也是台湾之光，这是普丰鸡肉，英文是 CP， 这边都是新加坡买得到的普丰哦。对，它有一些口味微波一下就好了，然后它是新加坡都买得到的，符合新加坡当地口味。这边还是鸡块，
普丰主要就是卖鸡肉为主，然后它一大包鸡块是9块钱。哦，结账吗？结账啦！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采买的全部东西，等等，赞赞的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